一共西瓜都要种两三天，哎呦，最近吼天气真热。那刚种下去的这两三天，伊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吼？伊这个西瓜才会臃长，才会黏。这个都种了吼，第一呢啊，先甲咱好朋友讲吼，就讲真侪人讲啊，灌啥物肥要食吼。先慢些吼，啊，这红诶也无咧食饭啦吼，这啊，结果搁较许，唔要加搞副食品嘛，是爱四个外月过吼，四个月到六个月啊，一个上起码吼，这个、时间吼，啊，迄阵咱囡仔靠咧食这个副食品，所以咱拄种落诶时阵吼，啊，唔免遐赶紧，得在上面肥好伊吼，啊，这个量呢，当初就如果先把握这个原则，哦，这大概是咱咧去注意。啊，即阵真热吼，所以啊，有诶人讲啊，我进。应该当用这个菌根菌种落啊，就卖讲啊吼，因为足麻烦，因为菌根菌呢啊，咱伫培养的这个关系吼啊，所以伊种是不溶于水啊。其实你买当较苦加用多水来滴，哦，安尼个拉拉拉啊啊，那从咧压落去啊，买水安尼吼，安尼个压，但是咧伤过头甜嘛吼，这大概无迄种的一个价值吼啊。那总讲你也要种，你个温一下菌根菌来种啊，这效果真正是要可以晒。哦、所以即马已经无用，无用就无用啊。然后连刚知影，佮佮用就好啊、哦。所以即马就是讲，你会当佮用一点啊，即个溶磷菌哈，啊，互伊即个菌呢啊，有即个菌佮斗相共，啊，伊就较容易哈啊，即、这个开菌啊，话讲佮灌一挂即个开菌呢哈，即即马市面上就是啊，真侪拢一种耐酸钠 NAA。NAA 是有开菌的一个效果，但是上大这个效果是伫伊个菌长期吼，佮再次呢刺激伊生这个菌，啊，咱个菌也无啥物长期吼，所以其实灌 NAA 伫弱人个时阵呢，啊，要佮还好，啊，你若一直佮灌，一直佮灌吼，有诶讲啊，加灌挂开菌呢，开菌足重，加佮灌挂，啊，加佮灌挂，伊迄个果啊吼，啊，得一段时间吼，拢一直生干花，未来无花。啊、所以你袂使灌伤济 NAA 吼，拄好就好。啊、所以咱会当用一点啊，哦，即阵因为真热，啊，咱用一点啊，啊，对即个热障碍有一点啊帮助的一个即个住宅啊，比如讲即个玉米萃取的一个即个物件，吼，啊，即个玉米纯粹即个玉米胚芽去做，吼、哦，即当然市面上真济啦，吼，啊，但是好歹咱听众朋友呢，目睭也白又金，吼、哦，即有当时啊用用的，甲保阿公。那无啥效，我讲那也无效。你摕来我看卖啊，这结果呢啊，摕来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吼、哦。啊，伊讲啊，这都较俗吼，啊，无阿多吼。啊，其实那是伊那是正正当当的做，应该是多少有一点好处。但是伊这浓缩的技术呢啊，没有办法到德国一种水准，所以伊耐热吼，伫、哦、这种热障碍这缓解的效果较无遐好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你咧罐头的，比如讲你咧罐头的时阵，你得揽这个玉米素来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大概。就是800到1000倍，吼、哦，你咧灌，因为咱有可能会做几啊遍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唔免一届就灌500倍，吼、哦，你大概800到1000倍安尼。啊，当然你啊讲我灌足济，我本来就真用真少，啊，你就500倍来甲灌，哦，啊，你头啊就是洗两遍啊，后面的时阵甲加两遍啊，过，那是真热吼，真酷热的时阵。啊、你用1000杯洗后面吼，啊，两边啊过，你会当得感觉伊的这效果，因为这物件是会当去刺激到伊的一个啊，伊根部咧生长的时阵吼，啊，这种细胞分类有足大的一个这个作用。啊，伊的这个啊枝根会较济，吼、哦，算讲迄个根拍开的时阵呢，啊，会加真济这个幼根啊，呢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的这个目的是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大概即马即阵咧用哦，就是用一点啊，这溶磷菌，吼、哦，啊来就是讲用一点啊，这玉米素，大概是安尼一个这用法，啊，这个仔啊应该对当过了真好势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阵种吼，即阵六月对不吼，啊，咱伫目前解看起来吼、哦，就是讲啊。这是我个人的这推断哈，真侪人讲啊，那像今年这么热哈，啊，咱果啊吼，想去正经作热吼，果啊那无好种哈，包括西瓜，所以你咧种的时阵呢，啊，爱少注意者哈。所以咱今嘛那是讲，你六月该种哈，啊，七月哈，到这个六月，六月一个月，七月一个月对吧？啊，到这个。国历的这个这个八月吼，国历的这个八月，这只只呢啊的八月初，这只的农历的这个这个啊开始进入到咱一年内底吼
台湾上界重要哈啊，这个拜拜，这个虽然即马已经含较早差真济吼，但是这个七月拜拜，为月初到月尾呢啊，一直延迟到这个、啊中秋节这只只哈啊，所以呢啊，这四十五天你也当去行善，所以这站正过啊哈啊，最主要的是要等一阵哈，因为一阵呢这销量真大啊，所以我是啊，真建议好朋友会当。你也是有想要落去种，要落去种，你就差不多抓迄个时间，因为啊，有的梅弄啦，有的要想按算要种梅弄，要落去拼拼这个有机的这个梅弄，啊，有的人要拼这个有机的这个西瓜，啊，这目的拢希望讲会当去抓到迄、那个迄段，啊，所以你咧割的时阵，都要小注意吼，这个仔啊吼，啊，细长的时阵先处理好势，啊，卖讲伫细长呢。得迄个热障碍吼，啊热障碍就是安尼，神神啊，唔正搞唔正搞，啊灌啥物也无效，下啥物肥也无啥会食吼，啊这种呢，咱通常就是伫热人的时阵呢，啊真容易发生的一个，因为伤过头热气吼，啊来解这个三星吼，因为啊咱这个会三星。在植物内底吼，啊，植物内底，咱会产生这种热障碍吼，去热这个啊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因为上过头温度上过头高，啊，上过头高呢，伊一直爱啊，一直爱这个啊，去降温吼，这个吸水啦，去降温啦吼，啊，所以呢啊，有当时啊，你袂因为伊食的这个水量足济吼，食的水量足济，你袂使让土壤内底肥伤过头济，因为你肥诶温度高，应该生长较紧，但是你肥伤过头济，一食水呢，得爱出一点点啊力。哦，所以咱伫热人诶，这时阵那是讲咧静如热吼，一大如熊。咱伫肥料咧用咧，顶多都是爱少量啊，即、這个多餐哦啊，尽量诶当咧啊去改即个处理者吼、哦。所以即个热障碍吼，其实是真歹去改吼、哦，尤其啊伊诶一个即种植物诶即个逆境吼，即、哦、基本上啊伊有一个即个温度吼、哦，通常咱那是啊伫咱即、這个。你看只要温度地表的这温度是超过35度吼，啊，都足危险的。啊，从今日吼34.7度吼、嗯，这已经就差不多接近这个热障碍的一个坎站吼。尤其咱这个高棉阁是坎塑胶布这种的呢，啊，你更加要注意。所以唔是讲干那灌遐都会刷袂进吼，因为咱即马种落细长塑胶布坎的吼，啊，你那是出柜领吼，当多数拢是出柜领吼。你出柜领落去的时阵，伊迄个烧的所在都要好。结尾迄、那个啊，咱种迄个空出，其他所在拢拍掉去，所以呢，有当时爱牺牲者伫边啊呢啊，小解啊破空哦，小解和这个风呢当啊，小风也当为边啊来解这个啊，卖遐烧哦，这个、水气呢卖全部拢去结伫迄个啊樟头迄只遐哦，所以有时啊点到啊，这部分咱来小来解这个、注意者安尼哦，这个、啊一般来讲伫这方面呢啊，咱好朋友爱小了解，啊个解就是讲。尤其咱入海口迄边吼，海口迄边咱的土拢比较较坚硬。啊，你那是热人，你家带足侪肥伫内底吼。啊，即马温度高，温度高吼，伊就足容易啊产生即、這个啊伊的即个微生物即反应的足紧。啊，微生物反应足紧，伊就消耗足侪即个空气吼、哦，所以土壤内底即个空气无啥够。啊，空气无啥够呢，啊，你个带足侪肥吼，尤其淡素肥个带足高的伫去内底吼。啊，即马鸡屎啊啥物吼，拢伊规拢清起来，清阿摩尼亚吼。啊，即阿摩尼亚清起来呢，啊，侪当然脏的死，啊，那免真侪啦，小可较侪一丝丝啦，有一个量出来呢，伊个筋都袂开啊。哦，所以啊，伫这方面来讲，爱真注意吼，因为即高温那是拄着较坚硬的即个所在，即、這个肥呢，咱咧讲一直咧讲啊，肥卖落啊侪，肥卖落啊侪啊，即、這个目的就是希望咱。好朋友去知影吼，伊可以看看大，唔免赶紧吼。啊，但是呢，上界重要，你袂使让伊啊，因为这个吸掉咧吼，啊产生这个阿摩尼亚，啊这对筋呢会烧甲臭味打起。哦啊，但是通常拢是轻微吼，小块的这伤害都会造成啊，迄个影响到咱脏的这发育。啊，咱个去灌开筋呢，一点效果嘛无。哦，所以你这一定培训的这部分，你要稍注意一下哈。这咱可能听众朋友做一下提醒啊。